有很多的摄影朋友们，摄影记者朋友们也都有举手。那我们要看一下我们后方，我们后方的摄影机，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电子媒体来到现场。好的，我们最后再看回中间，来，我们看一下前面中间有举手，举手的大哥。好，我们看一下中间有举手的大哥。好的，我们在今天呢，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当然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丽瑶跟小轩能够来到现场跟大家见面哦，尤其是为我们推荐这么棒的 Acer Suite。来，我们这边先请我们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我们稍微往前进一点点，好吗？这边好，来，丽瑶要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张丽瑶。Hello， 你们好，我是小勋。是，我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两位都是新生代的人气男星女星来到现场，真是男的帅女的美。那这边呢，其实我也想要跟两位一起来聊一下，因为我知道呢，两位其实大家都知道，刚刚有看到我们 Acer Suite 这一次最主要的形象就是放手一搏，玩出新极限，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们在遇到挑战或是困难的时候，你们会用什么样的心态或是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呢？丽瑶要不要先跟大家分享看看？我是很热爱挑战的一个人。其实面对挑战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会带给我很多的力量，因为我会觉得很兴奋，但是同时也会觉得就是会紧张，会想说，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的达到自己想要做到的事情这样。但是挑战这件事情带给我动力跟热情，还有它带给我一个希望，是它可以让我有一个期待，可以去突破自己，自己曾经有过的目标。